Let's get it. That's so sick. We're in the game, holy shit. We're good to go. Okay. Sheesh, let's go.该说再见了。下体准备好了，你来决定吧。艾利欧说过，这个选择会改变很多东西。 Female, of course. <笑>记得多少？至少会记得你。该起床了。<笑>太好了，你还记得我。 听我说，你的脑袋里现在一片混沌，你不清楚自己是谁，为什么在这儿，接下来要做什么。你觉得我很熟悉，却不清楚该不该信任我。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走了，要把你一个人丢在这个空间站里。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思考过去，也不用再怀疑自己。 听我说，接下来你会遇到很多危险，身处可怕的困境，但你也会遇到许多美妙的事情。你会拥有像家人那样的同伴，开始做梦也想不到的冒险。而在旅途的尽头，所有困扰你的谜题都将会解开。这就是艾利欧所预见的，以及你将抵达的未来。喜欢吗？ 这就对了。听我说，记住这一刻的感受，只要心中有方向，你就一定能抵达故事的结局。哼，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还要说多久？按照剧本，星穹列车的人就快到了，我们不该跟他们照上面。我知道，英郎，在一会儿，就一会儿。 时间快到了，我该走了。听我说，很快就会有人找到你，放心跟他们走吧。除我以外，你什么都不记得。当你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后悔。 这个人的坐标不是由空间站发出的。都这时候了，还计较啥呀？这个大活人就在我们眼前，总不能是假的吧？心跳和脉搏都很微弱。三月，准备做人工呼吸。啊？
经验。大亨，你来吧。天，住口！人醒了。你没事吧？听得清我说话吗？记不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那可麻烦了，能努力回忆一下吗？你的名字是？你好，我是丹恒，这是三月七。这座空间站遭到了反物质军团的袭击，我们是受艾斯达站长的委托前来救援的。对呀，粉色头发，个子小小的，很可爱的女孩子。黑塔女士亲自任命的代理站长。那个孩子也太没威信了，连员工都不知道他名字。毁灭纳努克的打手，你们运气很好，最危险的绝灭大军不在附近，来的只是一群四处作恶的散兵游勇。我们很快会把入侵者消灭掉的，不用担心。返回主控舱段，艾斯达站长和及时疏散的研究员都在那里。星穹列车也停在那附近，所以不必担心怪物的袭击，我们会解决这次危机的。我和丹恒是星穹列车的成员，请多关照啦。列车与黑塔女士有些来往，因此我们时不时会在这里稍作停留。结果撞上这么大的事，正义的列车组可不会袖手旁观。嗯，你没见过吗？列车时不时会来到太空站的。那是一辆神奇的列车，拥有开拓星神的力量，能够在星海中穿行。等回到主控舱段，我指给你瞧。 Bro March 7th is so cute. Holy. 你和三月一起回去吧。防卫科的阿兰在这附近失去了联系，我得把他带回去。嗯，也行，那你自己小心哦。哎，要不你把这个拿上吧。军团在太空站疯狗似的乱窜，返程的路也不安全，还是带点防身武器为好。只是个建议啦，没事，你有我呢。好，是反物质军团，这帮疯子。该我出场了。The type icon indicates the enemy's weakness type.White bar below the weakness types indicates the enemy's toughness. Using attacks of the same type as the enemy's weakness type will deplete the enemy's toughness. This attack can deplete enemy toughness to zero. 怎么啦？看我不出手就怕了。Use ice attacks to inflict weakness break, causing enemies to freeze.速战速决吧。Use physical attacks to inflict weakness break, causing enemies to bleed. 看我的！要开始了，轮到你了。讨厌！不痛不痒。也该认真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速战速决吧。Sick. 啊，
就知道。不是我干的，一定是反物质军团的错。唉，要是外能的丹恒老师在就好了，他懂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没准连电梯也会修。那个我不会。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比我们还快？我走另一条路，从上面一层绕过来的，正好在监控室看见你们。阿兰也在监控室，他受了点伤，但没生命危险。啊，你找到他了呀？阿兰他知道这电梯怎么回事吗？既然是防卫科的负责人，应该知道吧。那我们去和他会合吧。丹恒，你们是一起的吗？对呀，我和他都是星穹列车的成员。是黑塔女士请你们来支援这里的吗？巧合而已，黑塔委托列车寻找的仪器到手了，我们按照协议返回交付，不想正好碰上了遇袭现场。反物质军团为啥会盯上你们啊？我看他攻击的目标就是空间站，对星球地表毫无兴趣的样子。我也没什么头绪，军团来得十分蹊跷，站内的防卫系统突然失效，没过多久那些家伙就出现了。小姐，艾斯达站长第一时间组织疏散科员，我本该负责掩护所有人撤离，但没想到最后还是大意了。不要自责，你伤了腿和惯用手，藏身在这里避开与军团正面交锋，这个判断十分冷静。对，大部分科员已经去避难了，当务之急是返回主控舱段组织反击。所以你知道电梯怎么用吗？它启动不了了。撤离完成后，为了防止军团进攻主控舱段，电梯的权限暂时封锁了。艾斯达小姐委托你们来找我，应该有给你们解锁的密钥吧？好像是给了我一张卡。三月。我不记得放哪儿了。你。啊！我找到了。我该。Bring it on. 切记冲动行事。I attacked the wrong person. Shit. 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碰上我算你们运气不好。Alright, then we have locked on BloodFox, ready to use a powerful charge attack. 本姑娘出马，怎么可能会输吗？速战速决吧。Use checking mode to view character status in detail. Okay, checking mode displays current buffs and debuffs applied on the character. Click to view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enemy.下一个是谁？争斗。Get rid of the ads first, right?一念之间，动天幻化，长梦一绝。破！
要开始了。也该认真一下，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该我出场了。不痛不痒。就是用来打破的。出局了。我还挺能打的嘛。看我的。速战速决吧，轮到你了。That does not like me. 碰上我算你们运气不好。乖乖站好，这就给你加个祝福。要开始了。让开，我无意挑起争端。每次都搞得这么惊险，不过回来就好。小三月、丹恒，辛苦你们了。啊，姬子，你早点来嘛！最后那票反物质军团和蝗虫似的，咱可是用剑的，打起来多费劲呀。来得早也没用啊，我的轨道炮倒是能打掉一片。不过黑塔回来看见空间站这模样，非找我们算账不可。你没事吧，阿兰？艾斯达很担心你。哦，我没什么大碍，伤口包扎下就好。谢谢你们，我先向艾斯达站长汇报情况去了。再见。嗨，初次见面，我是姬子，星穹列车的领航员。也就是说，列车怎么行动都听他的。这一路过来，小三月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你想好再回答哦。嘿，咱是年轻人，就该朝气蓬勃、勇往直前嘛。他这个人挺有眼光的，是吧，大恒？我有权保持沉默。年轻人就是容易打成一片，看来你们已经相当熟络了。走吧，艾斯达可担心你们了。投射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频率偏高，必须维持在平均水平。根据预测，军团即将进行10个波次以上的连续袭击，大家扛住。艾斯达站长，我们回来了。你们平安回来了就好。阿兰刚刚来过了，收容舱段的事他都告诉我了。还有他的伤，多亏你们的帮助。灾难当头时，越发体会到科员才是空间站最珍贵的财富。我们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实在太少了，忽略了安保和战斗人员的建设。倒是你们星穹列车的成员，个个身手不凡。空间站当下情况如何？目前状况还在控制之中，安保系统受到的破坏很轻微，
入侵者只改写了少数核心数据，因此很容易修复。潜在的风险在于科员们，他们非常信任黑塔女士，根本没想过空间站会被军团攻破。相较于肉体的伤势，精神上的恐慌更加可怕。我们去和科员们聊聊吧，这种时候大家都不希望空间站的内部再出现意外。你试过联系黑塔了吗？我发了很多封信件，全都石沉大海。妻子小姐了解他的，空间站就是他收容追随者和奇物的仓库，完全没放在心上。我就知道。没关系，我也会向黑塔发信，说他要的奇物我们带来了，至少这个对他还有点吸引力。那就帮大忙了。Alright, new feature available, warp. Warp to obtain characters and light cones. Click anywhere in the blank space or blank area to close. Oh, we're warping! You can obtain characters and light cones from warps. Sick. Okay. Starter warp. Okay, 20% off for a set of 10 warps and 5-star characters guaranteed within 50 warps. How many do you need? 1600 stellar jade. Okay. So let's pull on this starter. Purple. All right, March 7th. All right. Let's do another. Dance. Sheesh, all light cones. You 们坐列车走。我留下，看，我们走。这里接不到电话，你们尽快。通讯断了。要回去吗？提醒一句，那是末日兽，军团的对星体兵器。这空间站是黑塔建的，绝灭大军不出手，这里不会有什么大碍。可咱们也不能就这么跑了吧？末日兽撕开防护罩易如反掌，黑塔不在，这儿的防御系统对反物质军团来说太过脆弱。军团拥有星神纳努克的赐福，他们有备而来，这里的人是守不住的。所以我们才必须离开，而且要带上他一起走。这样吗？他
很关键。他是破局之人，当然我也可能弄错。既如此，好吧，接下来该怎么做？这里是检修科员工作的支援舱段，能通往最近的月台，我们去那儿和瓦尔特会合。杨叔，杨叔也来了，他不是留在车上了吗？星穹列车的行车仪上及时记录我们的行迹，空间站的动静这么大，瓦尔特先生不可能注意不到。嗯，我敢保证你们的杨叔正在赶来的路上，现在的话只是末日兽，姑且还能应付，但如果毁灭的令石也来了，先抓紧离开这里吧，之后会跟你好好解释的。等等，三月。末日兽居然真的追过来了。你下来啊，都小心了。嗯，我想你可能还不明白，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切忌冲动行事。生死虚实，一念之间，洞天幻化，长梦一绝。破！该我出场了，乖乖站好，舅舅给你加个祝福。哼，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该认真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就是现在。Oh, I don't want that thing to recover. 一步就来。是一场精密的不许跑。偶尔也该认真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速战速决吧，一步就来。争斗并不就是现在。
去吧。乖乖站好，舅舅给你加个祝福。生死虚实，一念之间，洞天幻化，长梦一绝。要开始了，我想你可能还不明白，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当然也包括我在内。速战速决吧。轮到你了，可要仔细的修理修理。也该认真一下，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就是用来打破的。Not on my watch。你出局了，逃不掉的。战斗是一场精密的设计。让开，我无意挑起争端。速战速决吧，轮到你了。争斗并无意义，就是现在。修理修理，我当然是来者不拒。看我的 ！Sick。已经没事了，换个地方说话吧。
这里是空间站。嗨。你没事就好，军团的威胁已经解除，你可以放心了。这次的入侵似乎只是零星不成气候的骚扰，末日兽倒下后军团就撤退了。歇一会儿吧，不打扰你了。对了，把你的信标地址给我，有什么事好联系上你。方便的话去见一下姬子，他说有事找你。你醒了，我让小三月他们留在列车附近照看一下，时间差不多，我等的人应该快到了。我才走了几个月啊，空间站就搞成了这个德行。你回来了，黑塔，这位就是空间站真正的主人，天才俱乐部第83席黑塔。介绍我就好好介绍，提什么俱乐部，我那么多非凡成就，哪个不比第83席好听。对啊，你现在才反应过来，你们搞的天翻地覆的地方是我的私人财产，现在星河是这个小鬼了。那我得好好看看。真是神了，为了拘束这颗未启动的星河，让湛蓝星免于灾祸，我造了一整座太空站，有人却返璞归真，用这小鬼一具身体就搞定了。怎么做到的？而且星河在他体内还很稳定。是啊，这小家伙的体质真奇怪。行，我知道了，不过我还是会叫你小鬼，我的大脑太宝贵了，没空存别人的名字。是，那谢谢你记得我。那不一样，你我有商业往来。你叫什么来着？算了，说回这个体内能存星河的小家伙，我能拿他做点研究吗？这我可不能做主，你得问他自己。听，这小鬼还挺有经济头呢，我蛮中意的。你别太欺负人家了。我现在感兴趣，什么都愿意迁就。身体里有颗星核，哎，多有意思啊！谢恩吧，我出手帮你。这可是星际和平公司花钱都请不着的服务啊。明白了吗？黑塔想让你留在他的空间站呢。哎，别，要严谨，只留一阵子，我做完研究或者做到一半没兴趣了，这小鬼就得走人。之后呢？之后关我什么事啊？你知道你还有另一个选择，月台上停着一辆星穹列车，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列车和星河没少打交道，你所担忧的也是我们在寻求的答案。再者说，我们随时可以回来让黑塔做研究呀，他现在兴趣满满呢。这倒不错，还多少能保持点新鲜感。用不着这个小鬼的时候，我也不用操这个心。你真该见见天才俱乐部的其他几位，有的卖了你，你还得说声谢谢，而我至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走了记得常回来看看，提前预个约，找艾斯达或者阿兰就行，我好把时间扣下来研究你。别急黑塔，艾斯达也在主控舱段，让他也和艾斯达聊聊，好好考虑一下。我在月台等你，你还有事情想做，有人想见吧？不用着急，决定好了就来找我。 Alright, time for another poll.
Let's do it. Purple. Pala. Nihility. Okay. A lot of light cones. All right, Pala. Light cones. Oh, Arlen. Okay. 怎么样？想好了吗？想说什么都可以，不用那么正式啊。你也帮我们打败了那个大家伙。要是咱们还要讲客套话，聊到天黑都说不完了。你帮了我一个大忙，让空间站免于反物质军团的毒手。黑塔虽然不会自认欠我一份人情，但之后我有什么请求，他也不会拒绝我。从空间站里要一件奇物，大概也没问题吧。要不现在就上车聊聊，我给你泡杯咖啡，独门手艺。早就打点完了，我已经来过这儿好多回了。对我来说，这本来只是一场普通的旅途而已。但现在，一切已经没那么普通了。即使是重走已有的航路，仍然会有新的收获。这就是开拓的意义吧。一如既往，追随阿基维利的足迹。过去，我们已经停靠了好几个世界，将来我们也会如此继续。银河里有数不清的下一站。星辰大海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列车的心愿。我渴望探索新世界，而列车希望重回它过去的航路。因为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星河是首要原因，但也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机会，去发现自己与其他人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大家都告诉你你是多么的独特，你体内有颗星核，但你自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和别人告诉你，不管这说法是来自我还是黑塔，不管这说法看上去有多么可信，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你得经历得够多，才能知道你是否因星核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以及你自己到底是谁。学会如何掌控这颗星核，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星核对你而言或许还是未知，但在你身体内这件事已是既定事实。你得牢牢地抓住这一点，才能走向更遥远的未来。怎么样，想好了吗？跟我来吧。The way to celebrate. 走了。I'll be waiting. 上车吧。Till we make it. Oh. 喂，叫你呢喂。Come with me, take the journey.来傻头傻脑的，没错，叫的就是你。具体情况我已经从姬子那听说了。听好了，新人，重要的事情我只说一遍。
最近应该有不少人都会这么跟你说，你是特殊的。但这里是星穹列车，车上的乘客多少都沾点不能说的秘密。既然选择了上车，就得遵守这里的规矩。特殊的并不止你一个，这一点你可给我记好了。我是这的列车长帕姆，在车上遇到任何问题，你都尽管来找我吧。Let's get it. 宇宙，银河列车，星神，我这是被卷进了什么科幻电影了吗？在我身体里的这个叫星河的东西，你捡到星星了？这事我也干过，不过抓的不是星星，而是一盏灯。我刚从冰里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就看见一簇星光，于是我本能地伸出手，结果那只是车厢的顶灯罢了。当时列车组所有人都在旁边看着我呢，那场面可尴尬了。我还没跟你说过吧，在被列车打捞起来之前，我一直被封在一大块冰里，在宇宙中漂流。妻子姐姐和瓦尔特先生以及那谁想了个办法把冰化掉，这才把我救了出来。谁知道呢，以前的事我全都不记得了。我是谁，原来叫什么，我来自哪里，这些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连三月七这个名字也只是为了纪念我被唤醒的日期而起的。所以我赖在列车上跟着他一站一站走下去，指望着哪天能够找到自己的过去。哎呀，说这干嘛，扫兴。没事，是我自己提起来的嘛。开心点，搭乘星穹列车可是非常难得的体验。啊，列车长来了。列车已经驶出空间站安全范围，预计在十分钟后开启跃迁。请两位乘客坐稳扶好，小心震动。也没必要特地跑来提醒我吧，帕姆，都跃迁过这么多次了。谁叫三月七乘客每次都想挑战自己，然后摔跤？嘿嘿，这就叫百折不挠。列车长，能给我一杯果汁吗？谢谢啦。跃迁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了，想喝什么的话等到结束以后再说吧。啊，但是咱口渴了嘛。Did we? Okay.千年过去，亚利洛六号已经变成这样了吗？哎，那颗白茫茫的星球就是咱们这次的目标吗？没错，想必这次的开拓之旅也不会轻松呢。空间毒素异常，星轨稳定率下降至12%，停靠计划变动，本站停靠时间由7天延长为无限期。这个世界所处的虚数定域遇到了某种情况，列车行进的轨道被某种东西堵塞了。拿一般的陆地列车打比方，
这就像前进的铁轨突然断裂，底下是坍塌的万丈深渊。这个时候，也只好紧急刹车了吧。如果强行前进，可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哎，又是这种情况。不用说，这次的新轨异常原因也是……初步检测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异常的根源还是星河。没错，和被置入你体内的星河是相同的物质。不必担忧，被星河阻塞航线的情况，我们不是第一次遇上了。虽然围绕着星河的谜团众多，连黑塔都没法完全解析，但至少我们拥有将它的影响抵消的手段。唯一能确信的是，星河的坠灵会带来文明和生态的巨变，还会产生裂界一类的空间扭曲现象。亚利洛六号之所以会变成这样一颗冰封的星球，和星河的影响脱不开关系。根据我们的猜想，星河是某位星神播撒至各个世界的祸种，如果不拔除灾厄的源头，开拓也就无从谈起。意思就是列车组有活要干了。这次的开拓之旅，我希望交给你、三月七和丹恒。旅程的目的也很明确，找到给这个世界带来灾厄并造成空间扭曲的星河，把它带回列车。后面的事就都交给我们吧。好啊，咱们又能联手出击了。列车总得有人留守，不然帕姆会很寂寞的。更何况我们刚被纳努克瞥了一眼，万一再被反物质军团盯上就糟了。这次也轮不到我们呢。我知道你很想去，不过总该让年轻人们单独走走，培养培养感情嘛。要是你们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去找丹恒聊聊吧。关于亚利洛六号的生态和勘测数据，他大概已经开始整理了吧。开启旅程之前，多掌握些情报总是不会错的。一看到这颗星球，咱就在想，这个世界里都是冰耶，会不会和我的过去有什么关系？这个想法一产生就止不住了。不过当时困住我的是一种叫六象冰的稀有物质，一般的星球上恐怕很难找到吧。老实说，我可不希望这是我的家乡啊，看上去就很冷的样子。美少女可是很不抗冻的。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吗？没，我只是在想象这次咱们仨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这个世界还真是多灾多难，先是遇到星河，现在又被你惦记上。亚利洛六号开拓小分队现在出发喽。亚利洛六号，我们到了。真是冰天雪地啊。复读机啊你。哎，这白茫茫的一片，咱们该往哪儿走？根据坐标定位，目标就在前方不远处。那还等什么？这就出发吧。把泰克尔大球馆砸出个洞的事，你自己说还是我来？这事就别提了吧，反正着陆在没什么生物的地方就对了。除非你想体验义务劳动半个月的开拓之道。都说别提了嘛。记住，迈出的每一步都务必谨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还所知甚少。放心了，有咱们三个在，什么事解决不了。
你身体里有颗星核，我有独一无二的六象兵，丹恒有啊不知道是啥的神秘过去，谁要是敢找我们的麻烦，算他倒霉。复读的症状持续多久了？走吧，勇敢地探索未知，这就是开拓的精神。All right, this is it, the moment of truth. Was meant to be. Wait, 别躲了，你冻得都打颤了。你忍着不出声也没用啊。让一下，三月。对付掩耳盗铃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铃铛砸在他头上。我说哥们儿，不至于吧，钻雪里没啥大过错，不用拿枪尖子捅我吧。但是这怪不得各位英雄，是我出现的太突兀了，挨这一戳值得，应当必须，要不怎么能认识各位好朋友呢？啊啊，请问杰帕德长官来了吗？我跟他挺熟的。谁？哦，你们不是隐宗铁卫？早说呀，自家人打自家人，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桑伯科斯基，幸会。I'm BloodFox。行行，我记住了。说实话，没想到在这冰天雪地里能遇见同行，最近买卖不好干，不过你们放心，我桑伯从不吃独食，外边这宝藏大得很，有财大家一起赚嘛。哎，要不一起搭个伙呗？我有可靠消息，银宗铁卫的主力都被调去前线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就有点过了，各位不信任我没关系，但也不用装傻到这个地步嘛。得，规矩我懂，大家都是干这行的，有点戒心能理解。怪我桑伯天性热情，太真诚。哎，相逢一场总归是缘分，各位有什么想了解的尽管问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哎，不过长话短说，银宗铁卫随时可能出现。要这么文绉绉嘛，不就是哪有活人呗，你往外走是肯定没戏了，整个世界上唯一还有人类定居的地方就只有咱们的好贝洛伯格了。存户之城，永逸之城，人类抵御寒潮的唯一壁垒，听上去唬人却句句属实，人类只有在这个铁围墙里才能活命。我还不是被你们吓到了，我本来在这儿东找找西翻翻，想搞点古代的遗物回去小赚一笔，结果你们发出那么大动静，我以为银宗铁卫来了。算我拜托各位了，下次轻点，真的。铁卫碰见你们可不会躲雪里，你们呢就得蹲牢里了。你们是真不知道啊，银宗铁卫就是贝洛伯格的军队、执法者、警察，那帮家伙完全不懂变通，就喜欢和干咱们这行的人打交道。哎呀，诸位真的是新手啊，嫩成这样，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这样吧，
怎么说我也算是你们前辈，就免费给点指导好了。干这行的有很多规矩，得好好教教你们，怎么前行，怎么找货，怎么估价，怎么夺铁位，那都是技术活。那倒不必了，你带我们进城吧，我们对路也不大熟。进城？这就回去了？今天还没开张呢，妹妹，带个路是小意思，但但我就是乐于助人，心地善良就是我桑伯的代名词。跟我来，朋友，轻点声，可别被铁卫发现了。第七条法则就是不能留下脚印，我有条独门绝技，可以说踏雪无痕，专门用来摆脱追兵。这是还记得我说的银宗铁卫吗？就是他们了。帮个忙，哥们儿，我不想被抓呀。发现嫌疑人和他的同伙，立即逮捕。Great。此时不跑，更待何时？交给你们了，朋友。喂，你这家伙！偶尔也该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机不可失，你会为此付出代价。一挑起争端，就是现在。争斗并不易矣。这一战区区恶徒。杰帕德朗道，银宗铁卫侍卫官，命令尔等放弃无谓的抵抗。Gepard Two， 莫名其妙被那个桑伯坑了一下，感觉很火大。嫌犯，放弃抵抗，投降吧。被当成罪犯，感觉更火大了。乖乖站好，这就给你加个祝福。要开始了。就是用来打破的。Let's see how you like this. 制胜一击，速战速决吧。轮到你了，你会为此付出代价。时不再至，请助我一臂之力。让开，我无意挑起争端。The wrong person. 洞天幻化，长梦一绝。我们早已踏入风暴。为了守护和捍卫，击溃他们。争斗并不易矣。听我指令，勇者无惧。你在打？偶尔也该认真一下，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
我出场了，看我的，要开始了，这一战不可避免，时不再至，请助我一臂之力，速战速决吧。让开，我无意挑起争端，就是现在，不可动摇。哎呀，不许跑！本姑娘出马，怎么可能会输呢？蓝头发的主犯呢？抱歉长官，跟丢了，我们找不到他的足迹。不要紧，他的同伙在我们手里，主犯不会离得太远，一定会有所行动。嘿，他也配？我可不是狡辩，我们跟那个坏蛋真不是一伙的，你看他丢下我们时哪有半点犹豫啊。好心把他从雪里救出来，没想到他是利用我们来对付你，你可千万别受挑拨。我是数位官，并非仲裁团，作为贝洛伯格的市民，你拥有辩护的权利，但那应该在筑城者的注视下进行，不是现在。带他们回去。可我们不是贝洛伯格的市民啊。住口，你在说什么胡话？不，也不能这么草率地下判断。你看他们的穿着，那确实不是贝洛伯格的风格。对了，我还有照片。你们还没见过自己的星球长什么样子吧？给你们看我拍的亚利洛六号。你说这个白球是这里？是我们住的地方？这也太……据说很久以前，常有天外异客来到这里，但寒潮发生以后，就再没有人穿过雪幕来到贝鲁伯格。但这几个人……这已经不是我们能裁定的事了。如果他们所言属实，那就只有大守护者才能决定该怎么做。我们该做的，是将他们带到大守护者面前。外来者们，跟我来吧，贝洛伯格就在这片雪幕背后。欢迎来到存户之城，贝洛伯格。Yo, that's sick. 因为你们身处贝洛伯格，人类最后的堡垒。最后的堡垒？700年前，来自天外的怪物点燃了星球，彼时的大地成了焦土，到处是燃烧的熔火和沸腾的乌烟。生死存亡之际，寒潮忽然降临，席卷的狂风毫无预兆，入侵的军团被暴雪掩埋，留存的唯有贝洛伯格。坚定的筑城者们建立了这座城市，在存户克里伯的护佑下，贝洛伯格虽受风雪侵凌，却永远温暖。他说话好奇怪哦。那不是他之前的语调，他应该是在引用某段典籍。哦，那他干嘛要跟我们说这些啊？因为你问了。Sick.
我们在城外见到了奇怪的生物，他们来自被侵蚀的空间裂界，对吗？你们居然知道？是的，寒潮以外还有许多危险，你见到的怪物就是其中之一。银宗铁卫一直在与之作战，但局势并不乐观。待面见大守护者后，我希望能就此事询问你们的意见。我们缺少情报。到了，这就是克里伯堡，贝鲁伯格的心脏，筑城者的总部。克里伯是存护的象征，筑城者们在他的感召下建立起了贝洛伯格，从天灾和寒潮之中保护了文明的火种。为是尊崇，我们以那位星神为这座堡垒命名，受克里伯庇护的筑城者们也一直引领着这座城市前进，对抗来自外界的种种灾难。这座堡垒也是大守护者的住处。大守护者？就是由筑城者推举任命的贝洛伯格领袖，他们世代守望这座城市，为人民提供庇护。现任的守护者是可可利亚兰德大人，城市内的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他颁布。哦，听上去真是位大人物啊。我这就带你们去参见可可利亚大人，各位可以预先组织一下语言，他的时间宝贵，所以偏好言简意赅的汇报。这么快就要去见他了吗？我能先找个地方梳洗一下吗？不过是沾了点血，没人会注意到的。我派使者提前传了话，可可利亚大人应该已经知道你们的来头了。跟我走吧。大师，这样的牺牲毫无意义，您不可以。你可以退下了，布罗尼亚，访客到了。是，母亲大人。守护者大人，我带三位外来者前来参见。使者已经把情况告诉我了。做得很好，杰帕德，你也可以退下了。欢迎。从寒潮之外，不，从天外而来的访客，对吗？我是可可利亚兰德，贝洛伯格的守护者，再次聆听各位的来意。难道你很希望我怀疑吗？对自己声称的身份就这么没有自信？不，我不怀疑，我看得出你们并非这个世界的人。筑城者牢记历史方能坚定己心。我知道在遥远的过去，在寒潮降临，在军团入侵之前，这个世界曾经无比繁荣。星神将我们的星球与其他世界相连，我们得知了浩瀚银河中的无数可能，也听说了琥珀王克里伯，在他的注视下，我们开始筑建城墙。所以不用惊讶，尽管700年来筑城者再未得到过来自星空的消息，但我知道你们的存在。说出来意吧，我听着。我们来此是为了一颗叫做星核的东西。星核？那是一种突然降落在各个世界的物质，它的出现就意味着灾祸。我们途经的许多星球都遭受了星核的毒害。您刚刚提到反物质军团入侵，他们到来后不久，这颗星球就出现了寒潮，而寒潮诞生时被称为裂界的空间侵蚀现象就发生了，是吗？没错。
所以反物质军团经常与星河一同出现，被种下星河的世界就会诞生裂界。至于寒潮嘛，应该是星河根据你们星球的情况创造的灾祸。你可以把我们当作进行星际旅行的热心肠人士，专门向被星河困扰的世界伸出援手。你们把当前的情况分析得很清楚，没错，我们的确遭遇了这些灾祸，有些至今仍是我们的麻烦。他那与各位有什么干系？即使真的有这么一颗星河，它引来了灾厄，我也看不出这与各位的关联。我不相信有人会大费周折帮助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世界，还毫无所图。你说的没错，我们之所以会来寻求合作，归根结底是因为大家的利益一致。如果不封印星河，我们也无法离开这个星球。对，我们可是很厉害的。你们有办法封印那个叫星河的东西？我们有相应的手段。好，我相信你们。如果现状真的和这所谓星河有关，各位的到来将是贝洛伯格等待了700年的希望。我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帮各位找到星河。时候不早了，各位也累了吧？我安排你们入住城中最舒适的旅店休息，好好睡上一觉。明天中午我会派人邀请各位，我们好好的商议这件要事。应是我谢谢你们，来自天外的客人。我也需要点时间调查一下所有可能与星河有关的记载。恕不远送。当然明白，不必着急，我自有办法。I knew it, I could smell it on her. 大守护者似乎对你们青睐有加，我得到命令，不必再限制你们的行动。毕竟是一城之主嘛，领袖派头十足，真酷啊！我还有公务在身，马上就要返回驻区，希望你们在贝洛伯格愉快。等一下，能推荐些景点给我们吗？时间还早，咱还想在这儿多逛逛。要说值得一瞧的地方，应是黄金歌剧院和历史博物馆。不过博物馆是需要凭证件进入的，我建议你们先去参观永东明碑，它是贝洛伯格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标。要是你们对音乐感兴趣，可以去永动机械屋，那里偶尔会有露天演出，演出者你们自己看吧。还有要入住歌德宾馆的话，请务必记得绕开他旁边那条铁卫驻扎的巷子，那里近期受到了裂界侵蚀的影响，已经被封锁了。侵蚀已经接近城市内部了吗？情况很严峻啊。嗯，我们正在与之对抗。告辞了，祝你们一切顺利。永动机械屋到了。啊，齐帕德不是说这里有演出吗？他的原话是偶尔会有演出，你把最关键的两个字给屏蔽了。可恶，我好感兴趣啊。对了，你们看那边，刚才我就想吐槽了，这个城市好怪哦，为什么要把加热器堆在屋子外面呀？正常来说，供暖用的设备不是都该装在室内才对吗？照你这么说，这群筑城者还挺天真的嘛。星河带来的灾害，小小的加热器怕是无能为力。你们对着坏掉的加热器还能聊这么久呢？哇哦，好帅气的姐姐！
你好啊，我叫西路啊，是这家机械屋的主人。有什么坏掉的设备可以找我，但我不保证有兴趣修哦。没有没有，我只是有点好奇这个加热器。加热器？好奇？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地水供暖器吗？行政区里到处都是。初来乍到。啊，我知道了。听一个嘴巴不严实的铁卫说，有几位外来者跟可可利亚见了一面，就是你们吧？这可真是稀客。来来来，加热器也好，什么也好，姐姐都跟你们好好聊聊。